好了，我决定不再等了，我们今天就要出发，因为我们的飞机是17号，如果罢工完铁路出什么状况的话，那会很麻烦。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我在波兰的时候看到很多那种人性温暖的一面。就有一次我去一间购物中心，然后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吧，身体上不太好，要坐那个手扶梯要上二楼，然后他不知道是生病还是怎样，坐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倒下来，他倒下来就往后倒，从手扶梯下面慢慢这样滚下来，那大家全部都惊呆了嘛，想说怎么有个醉汉倒下来，一般人可能都不太敢接近他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就看到好几个4、5个波兰的年轻人哦，都是又高又壮的，年轻有为的，差不多20多岁而已，就在当下第一瞬间就冲上去扶住他，把他一路扶到电梯上面，然后在周遭问他说要不要帮你打电话或干嘛的。他们是正在钓鱼还是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在钓鱼。Come on.这个街道，哇，这根本就是拍电影的那种场景，两边的建筑，整个街道干干净净的，而且走路走起来很轻松啊。昨天那间面包店真的太好吃了。它这个是类似可颂，但是它这个跟可颂面团又不一样，它这种是怎么说，德式面包的那种面团，比较扎实一点。你看，真的超好吃的。大家看看今天是一个多好的天气，但是呢，明天正好碰上了德铁罢工，长达3天的罢工，刚刚好就被我给碰上了。我现在赶快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情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流落街头啊？我相信现在柏林这里的房价应该已经是暴涨，而且不见得订得到，因为德铁一罢工，一定一大堆人卡在柏林这个地方。想想看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吧。撇开那个不说啊，这个太阳还是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保持着平常心，反正人生就是一大堆的意外啊。这个是他的服务中心，里面已经一大堆焦急的人在这边啊。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讲到罢工，大家双方立场不一样嘛。那你站在公司的角度，你一定会心里想说：靠呀，要领钱。当初想要做工课的时阵，大家人拢讲什么？哦，我就认真做工课，好，我热爱这份工作。当初应征的时候，你们来面试都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，结果出事了，不满意啊，做一做不满意，决定罢工，对不对？你站在老板立场，你一定会这样想嘛。那如果你是站在劳工的立场，你就会想说，靠北，哇，怎么德铁盖一个车站大厅这么大，然后收费收的这么多，我每天上班上的要死要活，领那一点点钱，哎。但是特别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心情一定要保持着乐观，要不然会有更多其他的风险啊，或者是危险会伴随着发生哦，会掉东掉西的，被爬啦，被骗啦。如果大家出外旅游，一定会很常遇到这种突发状况，保持着平常心。我现在在柏林啊，要跨越整个德国，路上再跟大家慢慢聊。哎呦，哦，接下来啊，接下来啊，讲，酒驾。这么样的一个阳光普照的天气，我们竟然是要坐火车。如果不是因为罢工在赶火车，这个铁路风光是感觉不错，而且它的车厢其实坐起来蛮舒适的，在列车坐起来蛮舒服的。
现在到了一个什么 H 什么什么站的，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德国西边啊，没关系啊，啊，一下子从德国最东边跑到德国最西边，靠北，没关系啊，这种行程大家以后千万不要随意尝试。要不是我，因为已经想说来过很多次了，随机应变了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把行程搞成这样子。一大堆人在那边等车，感觉大家情绪好像都不太好，可能外面太冷了，然后车子又 delay。我们这一趟总共要转三班车，从柏林转三班车到海牙。今天到底怎样了？我就是有没亏啊？哦，你看这一群人就在那边，他们等更久，我是刚刚才来，他们可能等了半个小时以上。那有很多人是把行程延后了，我是考量到坐飞机的关系，没办法再忍受延误了，所以只好放弃掉我在柏林两天的住宿，给开心了呀。我们终于上车了，现在对大家情绪都不太好，我就在拍摄车厢，准备等等被揍吧。要到站了，给我说取消啊，靠北啊！5:54的，刚刚给我说取消。自己先收窄啊！我连念都不会念。我们还有一班车要转。荷兰到了，荷兰到了。各位，我们到荷兰了，终于到荷兰了。哦，久违的荷兰。来，这个站纪念一下啊，纪念一下我们来这个站，到了一大圈啊，到了我们的终点站荷兰啦。看看我身后这间温暖的小屋里面挤了多少人啊！外面真的太冷了啦，哦，冻没掉啊！对吧？啊，不要叫嘴狼啊！今天的行程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但是没办法，连罢工嘛。我们现在在一个火车站叫做阿姆福斯特，我们等一下要转车去海牙了。可是，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月台啊？啊，现在已经晚上快8点了，肚子快饿死了，一整天没吃东西，罢工，对不对？罢成我们这样子，哦，饥寒受冻，唉，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嘛。啊，你当员工当然是为自己利益而战，你当老板当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建议你，要是这个你的要求要是没有再达成的话，直接给他罢3个月。各位，我们中转乌特勒支，带大家看一下乌特勒支这车站啊，跟国际机场一样，超级大的乌特勒支车站。乌特勒支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，我很推荐大家来乌特勒支玩。乌特勒支风情画，哦，风景超美。看看这个，这个就是荷兰这里最招牌的投币式的汉堡。现在可能刷卡，刷卡就有汉堡可以吃。很现代化的地方啊，这里。17:09 各位观众，冰柜神速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海牙啦！看看啦，他连，我靠！他的那个地铁都开直接开在车站里面了。好，我们要出去了，到底要怎么出去？我是拿那个票卡的，他这样会让我出去吗？哇，哎呀哎呀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！靠呀，果然不行了。啊，去找工作人员。不是，你们这个罢工的议题要更新啊，对不对？我这车站还真漂亮啊，不得不说。等等再带大家逛好不好？先让我出去再说了。我们连个服务柜台都没有啊！等等再录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找到路出来了。这来看一下，先快速看一下好不好？这边就哇，好漂亮啊！人生不能起起落落，免爱欢乐，有时袂，有时也袂变。赚到金安欢欢喜喜，斗阵来做伙。你来跳舞，我来念歌词。哇靠！这
这个也太酷了吧！这轻轨直接从房子里面穿过去啊！